can they?终于搞定了，这比我想象中还要久很多很多很多。在这一个柜子，我就用了5个多小时，超瞎。所以，我如果我要把整个房间整理好，全部安排好位置的话，肯定需要好几天。反正这个啊，这个角落完成啦，那我们就改天再去整理一下其他地方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，该睡觉了。